莫尔以及莫尔之后的乌托邦主义者，他们的乌托邦有两个特点。第一，这个乌托邦是一个空间概念。第二，这个乌托邦是一种政治设计。但是莫尔的那个时代结束了之后，到了启蒙运动前后，随着进步史观时间概念的这种发展，乌托邦的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。第一，乌托邦不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，甚至乌托邦的空间的意义消失了，它更多的是一个时间的概念。侧重乌托邦的时间的意义，会认为乌托邦主要是指在时间上无可通达。法国学者吕克·拉希纳曾经指出，乌托邦思想中理想世界的位置是将来，它的方向是直线的，不可逆的。他强调，在乌托邦思想中，时间流向被看成是人类解放唯一场合的将来，而不可能回到片面的把它的作用看成作为现在和未来蓝图的过去。这样一来，乌托邦就变成了尚未实现的理想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是不是通过人类自己的努力，总有一天可以实现这个乌托邦呢？这样乌托邦就从一种不可能性转化为一种可能性。可以说，乌托邦的时间性其实就是乌托邦现实化冲动的来源。很多乌托邦运动都跟对乌托邦的时间性的理解有关。如果我们只强调乌托邦的空间性，谁会真的去航海探险，去寻找遥远的乌托邦，去寻找桃花源呢？但是如果我们说乌托邦是有可能的，是总有一天会实现的，那就可以激励一代代的人去努力去实现这个乌托邦。但是乌托邦运动之所以是乌托邦运动，就是因为从事乌托邦运动的人通常他们都不会等待，他们总是希望能够把未来的东西提前到当下来实现。这种把未来的乌托邦提前到当下来实现的这种冲动，就是我们说的乌托邦运动的实质，也是乌托邦运动悲剧的根源。刚才讲的是第一个变化。第二个变化是，乌托邦不再是一种政治设计。如果在傅立叶、圣西门他们这些人的心目当中，乌托邦还是一种政治设计的话，到今天我们讲乌托邦，它已经不再有政治设计的概念了。乌托邦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否定性、超越性的概念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保持对现实的批评，我的思想就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了。像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施克拉的乌托邦定义就有这种特征。这个定义把乌托邦泛化了，乌托邦已经变成了一个不那么严谨的概念。正如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，现实总是让人悲观绝望，理论则带给人光明。按照这个说法，一切的理论，一切的政治思想，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乌托邦的性质，因为所有的政治思想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批判现实，超越现实。乌托邦的种子不仅在理论中，在思想中，而且还在街头巷尾，在自然风光中，在所有的艺术作品中，在各种场合，只要我们有意识的、短暂的让我们自身抽离现实，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找到自己的
乌托邦。比如说农夫他们停下手中的劳作，抬头望向田野，他们就看到了乌托邦。工人关掉机器喘息擦汗的瞬间，他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乌托邦等等等等。我们可以说，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自己作为一个人，我们不是一个动物，也不是一台机器，我们就让自己不时地活在乌托邦之中。现代性以扼杀人的乌托邦能力作为他们的一个目标，所以对乌托邦的污名化也是我们所批判的现代性的题中之意。我们会说，人往往都十分的爱惜自己手中的珍宝，却不知道他们在现代性中失落的最贵重的珍宝，就是他们自己寻找乌托邦的能力。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，他们失去的是他们的人性。最后，我们引用王尔德的一句话来作为本课的总结。这句话也是乌托邦研究中经常引用的一句话：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图景了无生趣，因为它遗漏了一个扎根于人性的国度。